他们两个的时间了，没有聊吧？对，今天下雨整天，你还真的是下雨日，是不是尿尿小孩？还尿尿？好吃吗？哇，有气死耶！鬼刚儿。Hello， 我们今天的行程很多哟，要带你去按摩，然后逛街。好了，今天是我们24小时的，看我们如何享受生日的一天。嗯、而且我们今天不会在家住，切，没有。然后你想要去哪里？逛文具店，然后我们还会去按摩。Yeah！ 好，那今天影片非常的日常，就看我们如何享受这个生日的一天吧。走喽。上车了，而且因为今天在下雨，所以喵爸带我们去饭店先放行李，那我们走了。已经进来饭店里面，然后现在是1点多嘛，然后他们就说看看可不可以先 check in 这样子，那我们等一下哦。现在是我们两个的时间了，没有聊吧？对。那我们现在先去吃大户屋，坐下来了，然后手机扫描点餐，这是我们点的。哇，你吃生蛋哦，还有乌龙面清汤，那个是什么？要吃快一点，因为时间上有点晚，所以我们赶快吃吃。这妞妞的吃法，把蛋黄加在乌龙面里面，这样子吃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我的餐来了，猪肉沙拉定时，看起来不错哟。那我们先吃饭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噔噔，吃完了，好饱。而且我们等一下跟缇安娜还有晨晨约按摩完之后，跟他们约这个后面那个搜狗百货一起逛街。就先去按摩，我已经讲了多少次先去按摩了，现在终于要去了，走吧。已经到了，现在换好了鞋子吧。还在选精油，它这边有不同的味道，喜欢哪个味道？可以金嘛，好，那我木好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等包厢，然后我们今天两个人都是精油2个小时，然后等一下就是衣服都会全部脱掉，剩下一个丁字裤这样，所以等一下就不会拍。啊，就是我们的放松时间呐、啊，因为你知道吗？生日其实是妈妈的受难日，知道吗？妈妈很辛苦，那小孩是不是也很辛苦？他努力的出生生出来，然后我努力的把你生下来，所以今天我们两个要好好放松一下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包厢就进去，一边睡觉一边按摩。好了，好，妞妞进来了，那我们要来换衣服。待会见，拜拜。2 hours later，我们按好了，好舒服，休息一下。等一下就要出发了，那我们要走了。我们来这间按的，很舒服哦。下雨，现在走过去。今天下雨整天，你还真的是下雨日，是不是尿尿小孩？还尿尿。耶、yeah, ，一起逛街。太辛苦了吧。妞妞刚刚决定说，她其实她比较想去逛保雅，那我们去逛保雅好了。看到纸胶带就疯狂了。哎、欸，你要做手账吗？对啊，我要。真的呀、啊？必须的比类。那你要买几支写写看？哇，你一次就买整套。这个很赞。哪里很赞？小姐。哎、欸，那很夸张哎。哇塞。可能你买那么多，确定你有带那么多钱？没有带钱呢、啊。没有带钱，他整成暴走了。现在是选购发夹的时间，这边的发夹很可爱。逛的差不多了，这是我们要买的东西，然后现在要去结账喽。我买刚才买那么多夹子，你刚刚多少钱？900多块。那东西差不多1500左右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吃个晚餐，喝个东西，走。再坐下来休息一下，吃个餐。天哪，已经把刚才买的已经夹上了。可是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买重复的了？应该是。有买重复的，你真的很夸张哎！这是我们的明太子鲑鱼面包，看起来不错耶，好吃吗？哇，有气死耶！鬼刚儿，妞妞切给我吃。
八点了，田娜说她要回家了。哎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啦，跟田娜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他们要来参观我们的住的饭店，是前面那里。这边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饭店。请进。哎，太可爱了吧！我看一下，咖啡的，太可爱了吧！有两个泡面，然后有红酒，然后这个是什么海绵？饼干。我们这次是没有点早餐啊，然后不过他是说有那个小点心，早上到十点半前有提供，我们可以去。这边是置物柜，哦，有冰箱，好多东西。这个是今天晚上的床，然后他这间饭店是好像也可以接待宠物，可是我觉得11000有一点太贵了。然后结果刚刚我们才发现这个 mini bar 这些东西啊，全部都要付费的。哇哦，这个就是它的价钱。这里哦，泡面100块。其实它这个地方是很气派的，关起来之后，这边就是淋浴间，而且这个淋浴间超级宽哦，看你的脚伸直都碰不到哦。然后它的免治马桶是偷偷的，备品要600，我没有带牙刷耶。这边是各种的灯的大小，它这边呢、啊、看起来很像一个衣柜，但其实它是一个窗户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沙发，其实我觉得整体上这室内空间是蛮大的，而且在东区这个地段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边枕头，哪一颗比较好躺？好，那我们要下去买东西啦。要去参观一下健身房，好，进去看看。哇哦，好啊，你可以运动一下。好啦，我们参观完了，走去全家就是你家呀，我们去买一样的面来吃，25块，跟上次你家跟你家一样是吧。哎耶，我们有海盐口味的耶，我们也有哦。然后我们买了备品耶，我们买了一个跟我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吃一下，等一下泡泡面哦，现在用泡面，你看他这里一模一样，那你看连这个人都长一样。他搞不好这是刚刚的全家买的。吃着洋芋片配着沙拉，这个就是一个高级极致的感觉。没有，这个叫展翅高飞火龙果。来吃一下，10000多块。为什么变10000多块？你说快吃了，天然的，天然的火龙果也我那一口就100块了。如果你在美国买这一碗面，大概是100块台币。那个错，他要你有一个出国的那个 feel。然后我们刚刚突然回台湾买了这个面。走出这饭店就回到台湾了，所以我可以再踏吗？哎，我出国了，哎，我回来了，哎，店员会把我赶出去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吃吃啊，等一下我们要洗澡睡觉了啦。我们洗完要睡觉了，然后明天我们9点半起来，然后去看看他的那个小点心。那感恩啦，得啦，第二天早上了，我们还在睡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起来了，我们要下去了。只剩下豆浆而已，面包全没。我们回来房间了，今天早餐就可能会去别的地方吃。好了，那我们收个行李，等一下等牛爸来带我们。我们的24小时就结束了哟。那你有开心吗？有，买了很多的手账贴纸，逛街，然后还有跟他们一起吃晚餐，然后我们还有自己去买了好贵的 Family Mart。你看我们吃的，很多垃圾。喂。对对对，它地板很特别，它塑胶的，就是宠物友善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牛牛的生日24小时在做什么？其实也没做什么啦，过得蛮开心的。我们放一样的泡面，但我会觉得我们偷了个泡面。没有啊，那个是我们去买的啊。他会先押金3000块，如果你没有用到里面的任何东西或吃到，他等一下会退我们。所以其实房价是9000多块钱呢、啊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吧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影片，就是非常的轻松的一个拍摄啊。因为其实之前有观众说想要看妞妞24小时放假，24小时很无聊，都在做什么？其实我们就跟一般人一样，也没有做什么事情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我喜欢明天，按赞分享订阅，那我们就明天晚上七点见喽，拜拜拜拜。如果我这个买了去外面卖，可以买100块吗？不要跑腿费哦。不行，因为你没有在这个饭店，这个饭店那我在饭店楼下卖、啊、出国的 view。 我在饭店楼下卖啊，物价要一样，咱在美国啊。